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啊，不是，等一下，我还没有讲完，等一下 ，OK， 你让我把稿子先念完好不好？就是呢，我你看我忘记要把它讲什么了。咦，贝贝是。Hello， 大家好。500万。今天为什么会拍摄这部影片呢？原因就是我们拍摄这部影片的当下呢，就是500万的生日。因为上一次呢，他唱了一个生日歌给我听，这一次我一定要唱一次这个生日歌给他听，好不好 ？1, 2, 3, Popular Music Please。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他的生日呢是在9月1号，然后呢是跟马来西亚的国庆呢相差只有一天。马来西亚嘛，我们的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所以我唱了华语的生日歌过后呢，我也要唱马来文版的生日歌。Selamat hari jadi， Selamat hari jadi， Selamat hari jadi， Selamat hari jadi。 耶，英文的还好，我觉得英文已经很普通了。我今天要唱一首独家，我刚练的一首歌，生日歌，艾米尔文版本的生日歌，来听好不好？阿布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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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好了，说到呢，今天是他的生日呢，最重要的是我就有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他这份礼物呢是他很喜欢的一份礼物。自从我们开始拍 YouTube 过后呢，总之夯不浪买回家的东西呢，都会考虑要不要拍一个开箱影片。那么这个生日礼物呢也不例外，在揭晓这个生日礼物之前呢，也要来个开箱影片。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年500万的生日礼物是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开箱的呢是500万他很想要买的一个礼物，就是这个是这个叫什么 MK23 钢铁机甲，钢铁机甲，好不好？我们就直接来开箱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要开箱吧，现在开吧。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它的盒子。这个是一个改良版的一个钢铁装甲，就是大致版的钢铁。然后你看它的颜色呢，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在电影里面、卡通里面没有出现过的。这个是黄色配黑色的一个。有哇，黑色。配色。有这个是黑色跟白色的，是吗？然后有一个红色跟一个 blue color 的。OK，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 Symbol Block。然后呢，出产这个玩具的公司叫做。森宝积木，非常的酷。我们从那个百货公司的那个专柜上面拿下来过后呢，发现后面它有第二种形态的，它可以变成一只恐龙啊，是恐龙吗？我不知道，狗吗？狼吗？哎，是狗，他们可以开车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开箱这个东西吧。OK， Let's go。Armando。OK， 首先呢，我们就要来先把它打开来。OK。OK。从上面看下来。OK， 好，它的接口在这一边。哎，你的剪快到了。那你试着抽出来吧。好爽。喂，轻一点，轻一点。好难受。啊。OK， 好，它有几包？1, 2, 3, 4, 5, 6, 7。足有十包，然后有这个说明书，这是狼的说明书。它狼就是机器人说明书，所以我们今天会做的是这个机器人的，这是粘着，然后粘在那个机器人上面。开始吧，首先呢，我们把它打开了，然后放一堆一堆一堆，不要缠在一起啊。Let's go。说明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要先装的就是他的这个人，这个乐高人，这个叫 Tony Stark。
吗？你 Pony Shop 就完成了。可以，不知道，好像你看说明书，你转我转啊。你停，我来找。哦，我们终于做好脚，来看一下，修一下。脚，我靠！好，我们再继续完成接下来的工作。接下来这个应该也是脚吧？脚。再继续做，加油。也是。OK， 我们终于做好了啊！做好了，这个我们花了多久？很久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才把它做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完全就是很大个了。你看它整个，哇哦，里面是可以打开，来修给大家看，你怎样打开？打开了，然后里面是装一个 Tony Star， 然后它的关节都是可动的。喜欢你今年的这个 Iron Man 积木玩具吗？超喜欢的，对吧？耶、yeah,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不要忘了按小铃铛哦。